现在要来做一件事，大家赶快来进来直播间哦。你帮我看，我现在有没有直播出去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人了！不，我小编要来直播了，快点进来哦，快点进来！真是一个突袭。如果这个若汉跟石行长是姐弟关系，为何要特别派一个妹妹？哎，老实说，那我知道你是不是有曾经喜欢过我？那我哎。郭书瑶，小编，这身高也不像。这个身高是人家曾沛慈，好像认识的身高。这个身高是，这个身高我认识哦。那他上面有戴面具啊？是素颜，素颜，快快看啊，快快看。曾之乔的脸啊，但我他绝对不是曾之乔，他是佳音姐。你又是佳音姐，快看啊！不是，他小名叫郭书瑶。曾沛慈很像曾沛慈，曾沛慈感觉是曾沛慈。我呢？你真的不像，你真的不像。巧巧真的不像。中间郭书瑶也不像啊。但曾沛慈，因为这个假扮曾沛慈走下来也没戏。你要的话讲三最一件曾沛慈的，那你到底要不要拆我面具？因为我在怀疑到底是不是啊？傻眼，我吓死了你。哪有？我真的有吓到。我们要，因为他有在 follow 我们戏嘛，有机会我要找你来共益直播。啊。然后我刚刚真的不觉得你是你。可是我一进来，你超级冷静，我以为你至少会，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工作人员啊。哦，对，我不穿面具，你还是不会。对啊，我不要是你啊。再一次。再一次。哎我。真的，因为我刚刚就在刚刚，我才在跟他说，因为他很平稳，他还发文嘛，然后我在说有机会我们要找你那个来一起直播，我还有说要等我们的戏效益再大一点，才配得上其他，其实是他啦。你这一趴也吓到我们。这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刚刚有喝一点过敏，对，谢谢。中间来宾，我们来宾中间。得主哎，哇！太棒了，哇！有没有吓到？我们有吓到哎，我完全吓到。怀疑你的惊吓程度了。没有，因为我刚刚真的不觉得是你啊，就想说是一个工作人员，我想说。哪有这么漂亮的啦？没看到脸啊！我真的一开始是想说他们很用心的扮巧巧、瑶瑶，还有你来。但是你来就感觉。是一个很精心打扮的工作人员，你拿掉那一瞬间，我是有点傻掉的。我们来看回放，今天这个没有，因为要帮你庆生，所以他们对，很有心哎，我特别把所有的工作都排开，谢谢哇，3亿，3亿，还是要先3亿重要，那从肯定开始了，哇，没有一起唱生日快乐歌，好，先唱生日快乐，3、2、1，开始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谢谢啊，然后就是一路这样进来，然后在走廊就听到你们在聊天的声音，所以他们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以为你们知道，他们两个有点傻眼，对，那你有猜到是他吗？没有，
看到身高才猜到。哦，那个身高比例真的是身材比例很好，对，才猜到是真配。许愿，许愿，许愿。有一个愿望，佩慈想要。好，我第一个愿望，你不要讲，我留给你。我希望佩慈找到一个好的对象。可以好好的找，是这个愿望吗？不是吧？你许一个愿，你许一个愿，然后最后先默许，然后留个愿望给我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我先自己许一个愿望。对对对。好，我先自己许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结束，世界都平安，然后我们的复活呢，可以越来越多人喜爱。好，然后。我另外一个愿望默许嘛，对，默许。另外两个了吗？一个，剩下一个给我。两个要讲出来啊。我讲出一个了，然后另外一个默许，然后剩下一个给他，对吧？好，那我说的先许一下。好，许一下。35岁以前可以结个婚啊，生个孩子啊。做爸爸。好 ，OK， 好。够我了，可以吗？这个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想知道你是这个愿望很强，大家听好。首先，复活一定要收视长虹。耶。男主角部分今天真的希望他有很大的突破，比如说能够接受我们抹他奶油。哎呀，这OK， 我 OK 的，我 OK 的。那这蛋糕怎么长不起来？为什么好好的一个男主角，你怎么没？我完全没发现哎。特制的，好，就是个为了要抹。然后我一定要说是他们叫我。对，那因为其实对我来说。我们的生命内容，我们我教你怎么，剛剛柔柔的妖力好像在叫你去播舞，想看每次，想看，小心，我也行。你那边怎么样？我这边 OK， 我 OK 的 ，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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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有演，对。那你跟乙提是？我们都共同朋友，我们都是共同朋友。我们在荧幕上看他。他们都是有带金亮的演员。哦，原来的脸真的会说话。他们带金，我带奶油。那大家祝王子夏生日快乐，我们就。所以你那集是录影。直播在这，直播要看小米。你一起看我，这两台，这两台直播，这两台直播。
是复活粉丝团直播。哎、欸，你干嘛抢我的粉丝？哎、欸，我是复活。好了 ，OK 啦，复活小编也有来尽心尽力的，终于了，终于 了，很开心啊！开心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这边这边，好吗？哎，直播时间到了吗？还没，还有管大家，大家想看你这样。好，可以了。那我们还是要回答问题吗？好、oh, 啊，嗯，啊，快做个结束，因为我们待会还要有一些工作要做。哦、好，这么晚了还有工作要做，我们真的好辛苦，很辛苦，很辛苦，很敬业。好啦，生日快乐、啊！谢谢，谢谢。希望你有被惊喜到。有啦，我平常每一年都是我整人，今年真的是谢谢你们。而且很难得可以看到有这么帅气的脸庞，上面沾满了奶油。OK 的 ，OK 的，今天 OK 的，依然很好看，对呀、啊 OK OK ，以后还会跟我们做朋友吧？会的，会的，会的，好朋友啊！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好，我们跟粉丝说个拜拜。拜拜，谢谢，谢谢。没有切蛋糕啊？对呀、啊，没有切蛋糕，没有到。